当你残血的时候，吕布给你跳了一个大，千万不能慌啊，因为我们的被动还在，直接夺掉他第一刀。不会真的以为可以打得过我吧？用旗子减速他。改版之后的异星拉扯能力是非常强，不得不说啊，重做之后的异星真的是长得又帅，伤害又高，反杀能力又强啊。注意看，小弟头上看到了李白，这里还有野怪，那我先不扬个旗，等着他过来，我们就可以直接一套把他给秒。如果你想玩好异星，那你一定要懂得布阵，下路还有兵线，我们先把旗子给补好，然后进草里等着对面上来。赵云来了，我们一个二技能，一手大刀直接把他困在里面，这就是懂得布阵的恐怖之处啊！伤害又高，他也只能在圈里和你打。这个时候他要追下来，不过没有关系啊，我们还是有被动的，等个二技能就可以直接反杀。像我这种高分玩家的大局观肯定是要比一些普通玩家的高。队友在开龙啊，中路还有兵线，那我们现在直接去把中路的兵线推过去，等着队友把龙给开完，就可以直接跟着兵线一起进去了。对面只剩下一个妲己了，保护兵线就可以直接一波了。他来了，但是我还有一个名刀，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，直接把他给反杀掉。妲己没了之后啊，对面只剩下一个赵云了。面对我们三个人，我是真不知道他应该到底怎样才能守得住啊！看来我们是要一波掉对面了。